中秋夜，桃园中壢有一栋出租公寓发生火警，警消在大火当中救出了七名住户，有三个人当场失去生命迹象，其中一对母子送医抢救之后宣告不治，而起火的原因疑似是因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线走火导致。下面着火了。铁卷门缓缓升起，浓浓黑烟从里头不断窜出，一旁民众心急如焚，叫住户不要开门，怕火会越烧越大。你看，开起来了，不要看。嘣的一声，火势瞬间加大，转变成鲜红色的烈火，瞬间吞噬整栋民宅，里头还不断传出爆炸声响。消防员到场，不及水线灌救，并击碎窗户要抢救屋内民众。这起火警发生在桃园中壢，9号深夜11点左右，这栋5层楼的出租套房疑似因为一楼的电动自行车走火，整栋楼都陷入火海，附近住户都被吓到冲出来。嘣！天哪，嘣！那火一下就算很猛，你知道吗？12点多我跑起来看，好多人。火势在半小时后扑灭，消防员救出7位受困民众，其中3名疑似吸入大量浓烟呛伤，当场没了呼吸心跳。现场后来经搜索，我发现在3楼。有一名民众欧卡，4楼有2名民众欧卡，分别我们都送往医院救治。送医的一对母子，小男孩才14岁，抢救后双双不治，另外一名女性恢复自发性循环，还在急诊室观察。邻居听到母子逝世的消息，十分不舍。看到那个小孩子，还有他妈妈，最好就掉眼泪。很乖，我疼他疼死了。一楼拉起封锁线，里面的电动自行车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只剩骨架，现场一片狼藉。详细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。记者刘志长、吴一轩桃园采访报道。高雄市凤山区有一栋透天厝，凌晨6点发生火警，屋内有3个人受困，先救出4楼的女子，还有一对60多岁的夫妻受困，两人被救出来时已经是昏迷，送医后宣告不治。由于老夫妻是经营汽车零件行，所以现场摆满了一大堆的杂物，根本很难逃生，也充满了故障的电池。他们怀疑是不是因为电池串出了浓烟，才导致这一场的火势，目前还要在厘清中。中秋节有人嗨过头了，最后呢被送进了警局。这是在新北市的永和，有2群年轻人在 KTV 唱歌，疑似酒后爆发冲突，最后警方带回18个人。年轻男女站在骑楼另一边，一群人慢慢靠近，双方发生口角。只见其中一名女子先上前推人，肢体冲突瞬间爆发。一名红衣男子率先惨遭围殴，猛 K 寡不敌众，只有挨打的份。路过民众见状，赶快报警，但远警一到场，两派人马却想趁乱离开现场。警方出动快打，到场喝令，一共带回18人，光天化日大打出手。原来双方是在 KTV 外发生纠纷。最怕是就是迄个人较严重，迄个吼。事发就在新北市永和区一处 KTV 门口，双方根本不认识，但唱歌结束后，疑似其中一方坐在对方机车上聊天，引发口角，最后变成大打出手。受伤的民众经由送医诊治后，无生命危险。年轻人相聚欢唱，却演变成伤害案，闹事动手的男女都被逮捕。中秋节这下也彻底变掉，统统进警局。记者姚立强、张贝子 SNG 采访报道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同时也是土地公的2个生日。今天一大早呢，在全台最大的土地公庙车城福安宫涌进了大批的信徒，希望在这一天能够求得平安，求得财富。全台最大土地公庙车城福安宫前广场，超大卷鞭炮发出巨大声响，还有镇头庙会活动超热闹。因为农历8月15号是土地公得道日，也是中秋节，是他2个生日。庙里大厅，全台各地信徒挤得满满满，手拿贡品和香，依照动线拜拜、插香、烧金纸。每年的话都会固定回来，土地公婆婆祝寿。从玉里花莲县玉里啊，专程来跟他祝寿。台北专程来求什么？求财运。专家透露，中秋节拜土地公，想要求平安和财运，贡品很重要。准备马吉可以年前招财，带颗花生象征好事发生，剥壳开运就可以好运长长久久。香蕉、栗子、梨子、凤梨取谐音，吉利来翁。甘蔗则是可以帮助官运节节高升。配土豆配米酒，这个福德正神最喜欢。去哪间土地公庙拜拜最灵验？民俗专家建议，首先要去最常去的，这样神明才会对你有印象。一次祈求1到2项，因为土地公掌管权有限，这样比较容易实现。咱三百几年来，咱就这一只翁嘞，
就在庆祝。土地公生日，全台最大土地公庙吸引信徒来拜拜，除了祝寿外，可别忘了祈求补财库招财，求升官或健康，让你一整年旺旺旺。记者张春华、王淑红屏东报道。哦，叶大雄来了，谢谢哦 ，Fairyland 的好朋友哦，还有这个抹吉小不点萝卜头、小旗风萧萧啊，还有 Alex Ten， 谢谢大家哦，还有这个路过的 Leo Wang，Leo Wang 刚写错了，祝土地公生日快乐，你打成生人快乐，我吓了一大跳。好，土地公还是保佑你的哦。台北市大安区有名阿伯呢要过马路，他当时人正在马路上面，却被骑士按喇叭提醒，但阿伯气炸了，立刻跟这名骑士爆发粗口。另外在新店的祥和路，有一名小黄问讲呢，他开错车道，突然就在车道上面呢倒车换车道，让目击的驾驶傻眼。红灯哎，红灯！阿伯口罩没戴好，外出遛狗还想闯红灯，被骑士按了声喇叭，他却不甘示弱，暴气反呛。我停在那里不行啊，那边是马路哎，马路，我停在那里马路、啊。跟你谈的。双方你一言我一句，火气都很大，但争执的内容竟然是脚下踩的是不是马路？这马路啊，不然我停在那不行啊，不行！告诉我你想怎么样嘛？你想怎样？给我滚！撂下一句滚开，骑士扬长而去，只留下阿北原地 keep up。另外在新店祥和路上，一名小黄问讲不小心开到左转道，不想绕远路，又不能违规内侧右转，问讲灵机一动，干脆原地倒车，就这样一路倒退到车道线才敢右切，让目击驾驶直呼太夸张。事后却发现法规改了，无法进行检举。而国道三号上也出现一名阿伯，直接就将电动车骑上国道，在隧道里头与车争道，危险指数破表，马路乱象层出不穷，用路人恐怕不能独善其身，就怕离谱意外找上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后呼吁，剩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，你们不是都很想看圈圈圈吗？怎么都没有线上加油一下呢？赶快让他走出副控，来到摄影棚跟大家见面，应景哦，让他戴上柚子帽，好吗？大家再加油喽！接下来这个是开车要小心哦，千万不要太过于加油，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。就在台北市的士林区，在十号凌晨发生一起车祸，是一辆要价300多万元的保时捷自己去撞车，变成了废铁。但是到现场呢，却没有找到驾驶，警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，原来第一时间呢，他自己已经跑到医院去了。太太很傻眼，因为这辆车九号才交车的，不到一天，不到24小时，就因为酒驾爱车变成废铁。黄色跑车头下脚上撞击力道太大，跑车轮胎喷飞，安全气囊也全都爆开，几乎看不出原本形状。就怕影响交通，警方赶紧找来业者将车调离现场。十号凌晨1点多，陈姓男子开着要价300多万的跑车，行经士林百灵桥，途中却因为不胜酒力，不慎自撞护栏后翻车。但他不但没有报警，甚至徒手翻下匝道，自行到医院就医。发现一名陈姓男子疑为驾驶者，警方立即开始追缉并于医院发现该名男子。警方通知车主到案，才发现原来肇事的是车主老公，九号才刚交车，想不到隔天就因为丈夫酒驾，整辆跑车变成废铁，让妻子好傻眼。警方对陈姓男子进行酒测，酒测值高达0.56，依公共危险罪送办。镜头转到北市中山区，一样是酒驾，但他却因为这个小动作被警方逮个正着。大哥，你怎么一骑车马上被报案？骑车都不打方向灯。骑车不打方向灯，正好被眼尖远警发现。远警一靠近男子，阵阵酒气扑鼻而来，拿出酒测器伺候，这一吹果然超标。对，0.81耶，哇，八一，你看。太高了吧！酒测值0.81，竟然还敢骑车爬造。陈姓骑士坦诚，和友人聚餐时喝酒助兴，抱持侥幸心态租共享机车上路，想不到却被警方逮个正着，贪杯误事，惨遭送办。记者林川有桃台北采访报道。今天的凌晨，在高雄的前金区有驾驶呢问讲，疑似是因为精神不佳，在路口待转的时候呢，跟车辆发生了擦撞，然后再撞上了路边的小货车。当时被撞的白色轿车呢，他的屁股凹进去。去了，保险杆也掉下来。那么根据了解，白车驾驶呢是路口准备左转的时候，那么跟直行的车发生了擦撞，没有注意到撞上去了。那到底是不是酒驾所造成的呢？这部分还有待厘清。出生不到2个月的小女婴放在保温箱当中观察，怎么会发生骨裂呢？家长很想要知道答案。刚出生的小女婴睡得香甜，爸妈拿手机记录可爱模样，怎么也没想到半个月后孩子右腿骨裂，质疑是医疗疏失。最不舍的是她很痛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，替她承受或什么，因为她也不会讲。
家长余代哽咽说，女儿8月16号在台中某医院出生，因为有黄疸及幽门狭窄症留院观察，预计9月8号转院做手术，想不到在7号下午检查出腿部有骨裂情形。医师说小朋友啊，骨头原本就比较脆弱。所以常常会发生断裂的情形。转院至今4天了，医院没有给出一个合理解释。孩子躺在保温箱内，到底是怎么受伤的？家长满肚子问号。毕竟我小孩不会走，不会爬，不会翻身，不可能会有这种行为。所以其实我们有在怀疑，有可能是换尿布所导致的。晚上至本所报案，提出过失伤害告诉，本所依规定受理。针对指控，医院不受访，只以简单文字回复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由各专科医师进行会诊，调查新生儿骨折原因，让家属无法接受，对医院提告业务过失，只希望换得真相。记者杨杰、李云杰，台中报道。免疫力会降低，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，女生睡不好，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，皮肤也会变差。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，叫做梦梦水，独家的配方呢，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。怎么买呢？来 QR Code 快点购，扫一下